大家好，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下林书豪的 comeback year。 虽然老鹰的战绩不佳，但书豪的表现还是可观的。这个赛季他的投篮命中率是职业生涯最高，则同时还保持了非常好的助攻率。老鹰在战术上也是充分地利用了林书豪的优势，能突能传能投篮。我们来看看老鹰常给书豪布置的一个战术吧。这个战术我们就叫它守地守双挡拆。首先，书豪和大前锋斯佩尔曼过了中场线就会进行一个小的守地守挡拆。这个挡拆有两个目的，一个是让书豪再次拿球的时候是一个标准三威胁姿势，更重要的是掩护了大中锋戴德蒙立刻来做的挡拆，防守球员猝不及防，最终结果变成骑士的空位在篮下扛老鹰的中锋。书豪看到这个大好机会，直接送给戴德蒙，轻松得分。另外，因为斯佩尔曼是个空间型四号位，骑士最好的内线防守球员 TT 被拉出外线，没有办法内线协防。三分钟后，书豪使用同一个战术搅乱防守球员，小南斯也是不敢完全放空斯佩尔曼来协防，书豪就直接甩给戴德蒙一个大饼。下半场时，书豪再次使用守地守双挡拆，骑士底角的防守球员反应非常快，立刻跑到篮下协防。这个时候，书豪其实应该传给底角控卫的本布里，可是本布里的三分并不稳，这样的 cross court 传球也不容易。林书豪给了中锋莱恩，莱恩完成了进攻。再看一场比赛，老鹰对奇才，书豪第四节大展身手，沃尔遇到同样的问题，第二次的挡拆来得太快，只能和中锋换防。书豪看到篮下的错位，传给戴德蒙之后来了个暴扣。老鹰在下一个球还是使用了这个战术，沃尔反应很快，马上让他和小前锋杰夫格林在第一个挡拆时换防，可是第二个挡拆来得还是太快。虽然格林在篮下防戴德蒙比沃尔好一点，这次书豪直接晃过了中锋上篮得分。同一个战术，书豪用速度晃过中锋上篮。如果对手的中锋害怕书豪的速度，让他空间，他就可以轻松投篮。如果在第二个挡拆防守坚决不换防，那书豪就有足够的空间投篮。如果老鹰在场上的球员都有投球能力，那内线突破的空间就更大了。很高兴这个赛季看到林书豪伤病恢复，并且打得非常出色，不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，有没有什么 playoff contender 想要他？交易截止日是2月7日，你们觉得呢？